有一位明星呢，上一次来康熙的时候规定我跟小 S 不能够问这件事情，对，结果哈哈，今天自己送上门，怎么了我了？其实你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心情，就是他一定很想讲，对不对？他一定是非常讲，因为他这个人都藏不住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那种心情是说喜悦吗？还是炫耀？喜悦不是炫耀，他不爱炫耀，他就是，但是他喜悦都藏不住，因为你看他每天都一副偷笑的表情，就不知道在得意什么。对，然后他今天呢又想要假装说不是来谈这件事情，所以就拉了另外三个人，说是要来谈一部他们新演的电影，而且为此还自己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就是要来上节目。哪有？太大手笔了吧！好，欢迎四位来宾，你们好。你们三个都知道，准备抓来就是当那个烟雾弹，因为拍戏的时候他就是在炫耀，他没有喜悦，所以拍戏中间他是立刻告诉你们说已经发生这件事了吗？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那个，那时候还没决定呢，但就是很甜蜜嘛。但是就是他拽什么？在演外是不是？他是来探探班，然后就是会买饮料请大家喝，然后就是很贴心，就是陪我看我工作很辛苦，他就很陪我。那你这样子就讲欠揍了。OK 啦，赖先生有去探班哦？有探过班，因为我们的场景在台北。吃得来吗？有吧，饮料吧，饮料。小马哥哥人很好啊，所以等于说，你刚演这部电影就是完全敷衍了事，因为根本对他不可能有感情了。还是人妻啊？我觉得有，他有爱上我，来快承认。你都结婚了，你因为快要结婚，所以尺度比较大，疯疯癫癫的。所以当时那个他就是常常在那边对着手机微笑这一类恋爱中的人的那种反应吗？所以没有兴趣跟你打。没有，他蛮大方的，他跟剧组的工作人员或什么都会讨论到他们的婚事、生活。真的？对对对对对对。剧组的人愿意跟他讨论这些事吗？也会啊，就比方说帮他弄造型的发型师啊，都。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是被强迫在听。啊，因为聊多了也很无聊啊，就是。有别人对你们家务事那么感兴趣吗？我就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啊，是就是知道，我就是藏不住啊。我知道。然后我就想说，把那种很开心的心情跟大家分享，让大家一整天工作很开心啊。可是人家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事啊，人家有事吗？你们都怎么了？人家有自己的人生啊，不是为你而活。是谁叫他们不分享嘞？对不对？有事也不分享，是他们的不对。OK。哇，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告？也不是，只要你想要分享，开心不开心都可以，但是要懂得分享，你才会了解，我才会知道你有没有事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好意思，我们会稍微花点时间聊他那个婚礼的事情。很抱歉哦。就你带两个妹妹先坐好，你们三位请坐。所以我要站的，张徐先生请坐哈。那我一定站的，你可以站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站？你的打扮好肤浅。哎，你是肤浅？你是演坏？我是为我高见，我最近有演爱，你知道吗？要复活圣诞树吗？不是啊，我是男孩，男孩坏坏。樱桃小丸子。还需要靠鞋的，坏啊，是你的装扮。对，我是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怎么样？不明白了吧？你有办法啊？你不明白，五月要结婚了。是的，先生是赖先生，对，赖思祥先生，对，赖思祥。你叫他马来高？没有，我没有叫他马来高，从来没有，是媒体给他的。怎么可能？我现在为他证明，请勿叫他马来高，请叫他赖先生或者是姐夫。小马哥哥，或者是姐夫，你是中国人民的姐姐。不是，因为我是美琪姐姐啊。哦，对对，所以他就是姐夫，很合理。怎么会取出马来高的外号？他是孵蛋的孵哦，不是。我好像是网络上之前有人写吧，然后还媒体就一直写，就他是马来高，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变成马来高，然后就莫名其妙变成马来高。所以他跟你声明说，请不要再这样叫了。他没有。跟我声明，是我觉得就是以一个食物的名称这样称呼一个心爱的人，好像不太合适。可是 Honey 也是食物啊，蛮可爱的啊，不一样。Honey 是液体，马来高是固体。所以赖先生，赖先生叫你什么？叫我北。正常那么大方，叫我北啊，北伯父的北啊，北。哦 ，baby 的简称，对，就北。那你叫他什么？我也叫他北啊。然后我们身边的人也都跟着叫他北，像比如说 Hebe 啊，叫酒叫北，就是有点像 Selina 的状况。因为我们不是都叫他老婆，所以现在连化妆是谁啊，那种路人看到他，或者是我歌迷的爸爸妈妈也会叫他老婆，就大家都叫他老婆。那所以我的北大家也就跟着叫北这样子。是，那口水吞一下。上一次来康熙的时候呢？故意不准我们问，是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他要不要娶你。不是啦，你也知道演艺圈嘛，
我不知道。不是，演艺圈呢，有些事情是需要一些进度的。然后呢？哦，要做新闻？也不是做新闻，也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就是保护我们彼此，然后也希望说，有更周全的准备跟计划的时候，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是怕我们问了会坏你的好事，对不对？是有那么怕那么一点啊？对啊，谁不怕？因为是聊多了，结果好事哎，你们上一次这样被你们逼成这样，那你有说谎吗？当时？他说我没有说谎吧，他就传简讯跟小 S 跟我说，请你们不要问婚礼的事。这哪是说谎，这只是拜托，官说说谎的是你们。没有啊，我们就答应你了。你哪有答应我？我就说我们绝对不问啊。最后 ending 你还是提了你结婚两个字，你要不要重播？我不要打架，没有没有，只想握个手面。但他也还是没问，他只是傻鱼骨而已。所以当时已经求了，所以你心里面很笃定了。笃定啊，因为我觉得就遇到了，对吗？你也懂的那种感觉。对啊，超懂。对啊，所以就不要犹豫了。Okay, 那个求婚被求婚前有预知要求了吗？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要求婚。在什么地点发生的？在一个海岛国家。哇，是不打算告诉我们是哪里？反正就是一个海岛国家嘛，马尔代夫，有沙滩啊，有阳光的地方。可以讲哪个岛啊？好了好了，苏梅了。当时气氛什么？他就端酒出来说。当时气氛好像是说，哦，他假装说我们要出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去另外一间朋友的房间。所以到了朋友房里，却就有感觉任何什么烛光或音乐什么吗？一开始没有，就觉得哎，他们干嘛？然后一直在那边拍，然后什么的。拍什么？就是一直拍啊，就好像这个晚上很重要，每一秒都要拍。对，然后后来，而且我那时候看到他做给我的那本相册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他要跟我。他是先把相册拿给你翻，因为他就放在桌子上啊，然后上面还摆一些什么玫瑰花瓣什么的，就他另外两个，反正是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帮他弄的。然后都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对，就是交往前，然后因为我们认识其实四年了嘛。然后交往是一年，所以就是交往前，然后到开始交往的一些照片、点点滴，然后跟朋友的聚会这样子。对，所以你当时翻阅那本相册，那他在旁边干嘛嘞？他就坐在旁边跟着看啊。嗯，对啊，我也就一直看，我想说他要干嘛。然后我好像你那时候都还没有察觉他，我没有看，我只觉得他只是一个礼物，嗯哼，一个小小的惊喜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求婚，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求婚。就好像看到三分之二，他写到一些跟我可能直接就家人啊姐妹之间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才意识到说，就是整个真的是毛孔就开了，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要求婚这样？然后看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就说 Will you marry me 这样子。因为如果大家都在猜，其实应该就知道吧。我真的还不知道。所以你说翻到最后一页就写着，请你愿意嫁给我？对，然后他就拿一束花跪下来这样。还请饭店准备好，用心哦，好像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哪里像啊？没有，就翻到最后，刀就在里面呢、啊。没有吗？就是匕首，请饭店准备，而且还把它藏起来，一开始还没让我看到。所以你一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你就立刻回答了吗？还是你要先演一段戏？我就先爆哭啊，然后他也就是很激动的哭，因为他说其实那一下其实是很激动的，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你才会问那句话，然后他就跪下来，所以他也非常的激动，可能是因为身上现实嘛，对，你就说好，我愿意，然后就说现在怎么办？对，然后说走，要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庆祝这样，然后就带着他送给我的戒指这样，就戴上了，哇，所以整个晚上都像在云端那种感觉吗？现在也还没下来。那请问他自己的表现呢？是整个晚上都看起来也是那么高兴，还是开始有忧虑的感觉？他就很开心啊，他没有觉得闯祸了。没有，他为什么觉得闯祸？对，看到你的样子，他应该觉得说完蛋。拜托，他很开心，他真的很开心。然后，而且就是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开心，就是从。Okay.从交往到现在是，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那个很肯定，而且重点是他给我感觉很安定，很有安全感。然后到现在，你都会觉得我们都好像还是热恋的感觉。出资拍片的人知道你，就电影上片就跟婚礼接得这么近吗？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你这样子爱你的粉丝们就对你就幻灭啦。不会啦，其实从那个时候过年那个时候公布这个消息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很多的祝福。演艺生涯没有走下坡？可能有走那么一点点两步吧，还没有察觉，还没感觉到啦。可是我反而觉得工作变多了、欸、是吗？婴儿与母亲杂志封面不是，那还好吗？
艾拉意外掉落陷阱，立刻模仿蔡康永化解尴尬。但拍完他就会说，你会说什么？自己讲。说什么？你刚刚拍完。跟他讲话。我们拍完之后。你先跟我讲。你先跟我讲。啊？你先跟我讲。你先讲。怎么了？你不是我讲什么？他拍完就会说他。你等一下，你要讲什么？你他现在不知道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裸体的事。他知道。对。没有，我没有裸体。你干嘛裸体啊？怎么搞笑？真的是陷阱啊！这个顺着画的，真是很可怕。在网络上放上那个你们两个的合照。那门上写着良缘两个字，就是良好的良，缘分的缘，天赐良缘啊，知道啊，所以你是很怕我们不祝福是不是？没有啊，就是因为总，我当时很想写说，那不然难道是孽缘？还是不要讲恶毒的话。没有，因为刚好看到有一个这个牌子，我想说那不知道拍，如果拍草地拍花好像哦，那是意外遇到的牌子吗？没有，刚好我们家有那个牌子，哦、对，因为那是那个牌子是精心打造的吧？对，你家里面吗？对，我们家原本就有的、哦。对对，所以家里如果有酱油，也是挂两个酱油两个字出来。不是，良缘是有故事的，因为那个房子是就是纪念我爷爷、嗯，然后他名字姓就是叫发良嘛、哦，所以是良的原地。哦，原地的缘，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家结一个良缘，好的缘分， okay. 所以我就故意这样做，一个门口，一个是门外，这样子，对，很甜啊，那个照片还不错哦，对，很好，所以、哦、很满哦，这样一集应该就够久，干嘛想你要结束这个话题？很久，差不多。那你会想要有小孩吗？会啊，可是不会这么快，因为真的这一两年工作就是比较满档，然后我也很期待我们三个人的。那个就是专辑这样子，应该是希望今年可以做、嗯，所以希望还是先把这些东西做完，然后以后把身体养好，以后再慢慢去计划。身体有点很好哎、欸，真的吗？还要养多好啊，还是要更好啊，对不对？恭喜你哦，谢谢，请坐。谢谢，该你们了，加油。该他们，可能他们要问你问题。你们两个妹妹有觉得 Ella 会这么快就有人娶她吗？有让你们觉得惊讶吗？没有，很惊讶。嗯，我也没有很惊讶。因为那时候在片场的时候，他都会很兴奋告诉我说，我老不是说我老公，他说他什么前一天要出差了，然后我就在床头柜看到他给我的小惊喜、小礼物，然后就带来请我们吃马卡龙。对啊，讲这些干嘛呀？你们会劝告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专心演戏？这样没有啊，不会啊。因为这样拍戏应该很不专心吧？不会啊，我还是演的还 OK 啊。有投入演出吗？有，是演女流氓。是演什么？演女打仔。女打仔。何仔，这还蛮符合你一向的愿望啊。对，因为我之前就很希望就是在演就是演戏这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嗯。那其实这次这个角色跟我自己个性有些那么的雷同，可是我更希望说在类似的角色里面有不一样的发挥。所以这次呢，我就为了这个戏在事前都上了很多武打课。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武打课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可以把陈汉典撂倒在地吗？搞不好可以、啊。我们也是有受过一些专业的武打训练了，我们是同一老师嘛。对，龙哥吗？龙哥啊，哎、哦欸，你真的很势利耶，就是叫你跟男生演练武术，你就很害怕，然后 Ella 你就吃定他，是不是？我有这么明显吗？我态度有这么明显？你觉得你跟他对打，你一定不会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是 OK 啊，不会。真的吗？对。所以 Ella 还记得一点点电影中的武术吗？都忘了差不多了。所以就好，那就好，忘了差不多就好。要打贺军翔吗？不用，哎、欸，有挥了一拳，比较少了。对，他大部分是属于正义的使者那种。我都打坏蛋比较多、哦。所以你们是电影中是情侣？对，不是。一开始不是。对啊。后来呢？后来变成是的。好，其实因为我在戏里面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恋爱是怎么一回事，不懂是爱是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们一群人，他是演一个偶像明星，然后他们来学校，来到这个小镇要取景，然后就意外的遇见了这个女生，然后他就决定女主角要用这个女生，所以我就从一个很单纯的学生生活，然后刚好放暑假，我就去演了这部电影这样，所以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戏中戏的部分，就很好玩，因为我们戏里面是很复古的装扮。然后就是真的是穿那个百褶裙啊，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衬衫都还要用茶染过颜色，就会有一种旧的感觉。然后上面还绣名字这样，然后他还是穿就是一整身像这样子，只是没有那么坏，他有扎起来这样。然后还有运动服的部分。然后我就是在戏里面就是靠着我的武打，
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完成了这部电影，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这个男生相恋这样子。所以两个妹妹是你的帮派同党。对，因为我们三个人就变成一个女孩坏女孩团体，坏，因为我们就是专门在就是打抱不平，就是有时候是那种小镇里面一些小流氓会欺负卖菜的阿桑，然后我们就会过去殴打他们。嗯、那主要我是打，然后那个挚友，对，挚友就是帮忙就是贴膏药这样子。然后那个是包扎，对，然后是擦药，他是擦药，对，他们就是哇，你们俩分工很细耶，对，一个擦，他们速度很快，就拆他们，然后打贴上去这样子，你就可以再继续打。所以未婚夫有干涉你感情戏的尺度吗？他会说他就是尽量不要看就好，还是会介意、哦、介意啊？对，他还是会觉得他好像他说他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忍受亲眼看到我跟别的男人在亲热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尽量就不要看。所以赖先生不知道这部电影里面你有裸体的戏，他知道，知道。我没有裸体，哪里裸体啊？什么好笑？先讲性情啊！就顺着我讲，真是很可怕哎！没有裸体的戏，当然没有啊！这是纯爱电影，哪来的裸体啊？那你不是在练肌肉吗？裸体啦，不用啦，我就是真的就是武打功夫啊，这样子。看这部电影不会有压力。不会，他反而也很期待，因为其实没有舌吻吗？阿翔有吗？什么舌吻？嗯，你那时候没有，我没有感情戏了，有接吻戏，但没有舌吻。对，但拍完他就会说，你会说什么？你自己讲。说什么？你干嘛？拍完你讲话。我们拍完之后，你先跟我讲啊！你先跟我讲。讲什么？你先讲，快点。什么了？你不是我讲什么？他拍完就会说他。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讲什么？不要控制我们节目啊！节目有尺度的问题，不要把不正不经的事情讲出来。因为他这么紧张，一定是因为他就会问何君想说你干嘛不好好吻？不是，不是，这个还是啊。当时我演完接吻戏，他就会说他很对不起他那个谁。你在紧张什么啦？对啊，你以为他在讲什么？他就说他对不起他什么的，会讲这种贞洁烈女的话，对。那你怎么演得下去啊？反正还好了，我算是已经 OK 了。我觉得我自己，我以为这几年来，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们说 ，Ella 讲说好久没有吻到这么软的贞洁烈女的话，他会说他觉得对不起他什么的。真的，你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他有背叛的感觉，有一种很罪恶感，这样因为太投入了，是不是？也不是啊，因为你应该是。在那十秒当中，完全忘记已经答应你在结婚了。那一刻就是 enjoy 在里面，好病态。他在拍片过程当中有没有太嗨？他是每天都很嗨啊。他因为他是不要酒精，他也嗨的。对对对对。所以你有时候会劝他说，请你不要这么嗨吗？其实他也很三八，好不好？他也跟我一样，很容易很嗨。没没，我是看人了。对，因为比方说他太嗨的话，有时候配合一下，拍戏的时候比较有默契。但他有时候太嗨到我觉得他太嗨了，就比方说有时候打招呼的方面是，就很男生哦，是吗？很男生，是会用胸口撞胸口那种，这样子。你说你是外人啊？很爽呀。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片段。好，他，我可以。他，我也可以。你是女主角，你变态啊！要是你会红啊，我马修就帮你三分提鞋。给我一个淡淡的可爱微笑，我偷瞄偷瞄，然后淡淡的，不可爱吗？哪里可爱啊？喂，阿呆。阿呆啊。随便。爱情电影嘛，不过是谈谈恋爱而已啊，有什么好怕的？可是姐。你谈过恋爱吗？感情那么多好人，笑我骂我念我坏坏坏坏到没人爱跟出来。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心里有什么愿望就要大声喊出来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那又怎样？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想让你幸福。不管你喜欢我吗？很多感情戏，有笑有泪的。对啊，
会不会超过你能负担的程度啊？你说谁负担的程度？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太麻烦？不会啦，还好啦，应该很过瘾吧？因为你就是要找一个地方爆发，你好了解我，就很爱演啊，就演得很开心。OK， 对。拍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哭这件事情难，是因为你一直沉溺在那个新婚的喜悦中。没有新婚，还没新婚，被求婚，就是沉浸在就是很幸福、很感恩的状态。所以跟未婚夫一天要通几次电话吗？我们很少讲电话，哎，因为我不喜欢跟他讲电话。为什么？他口齿不清。因为他都直接把他带到片场。没有，我不需要讲电话，只是来探班。这个人不是应该要上班吗？他都是六日周末的时候来探班。OK， 有空啦。所以你说讲电话他口齿不清，所以传简讯比较好。也不是，哎，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睡觉前讲个电话这样子。对，不是住一起吗？外地工作的时候，对，就是睡觉前讲个电话，是一定要。你已经干嘛办？Ella 大喜宴客名单，陈汉典当场被拒绝出席。请问你的婚礼是要走那种也要让很多大人物上去讲话那种吗？不用，我们来就是开开心坐在下面，而且我不会让你上台的。我要跟他确认一件事情哦，对，你的婚礼可以不要再叫陈汉典表演吗？他没有这个打算，因为他现在表演的很黑。哎，我好像没有看过他。好险！那麻烦你再来。那钻戒对吗？钻戒什么意思？就是大小对不对？我觉得钻戒，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钻石哎。对，掉了麻烦。对，而且我觉得我不是适合钻石的那种女生。那送给大人了。但你没有必要送给人家，人家送给人家。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个是那份心意，而且我觉得他有那个心意，让我觉得很感动。两个人交往中间是不吵架那种？我们不太吵架，虽然会吵架的话，就是只是不讲话，我脸臭，我就不讲话。我吵架的时候就是不讲话，冷战。对，然后他就会知道，但是那他就会。所以你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吵架的时候会很大声的那种。不是，我只要我这个人就是只要一安静不讲话，就是心情不好，很明显。哇，那大家就放松很多了。可是他的臭脸也蛮有杀伤力的。去参加你的婚礼的时候，他坐我旁边呢，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有回到座位过吧。有，他常常坐我旁边呢、啊，可是我就希望他可以心情不好一下，就这样。因为就连在飞机上，就除了起飞跟降落之外，他都不在座位上。没有，他有很多行程，他要把手机里的他的房子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然后解说那个装潢的进度啊什么之类的。哇，忙哦，你当时我就是个很爱分享，然后带动唱啊，去前面逼大家唱歌，然后大家嗨一下，麻烦坐飞机很无聊哎。连从下飞机到机场中间要搭的那个 shuttle bus， 他都要在上面跳舞，把那个麦克风拿起来。我跟你讲，我们杀星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杀演员他自己带大声功去。哦，他自己带大声功去，有伴唱带吧？伴唱带好有的，我知道为什么。杀青的时候，他会从手机里面叫出那个伴唱带。没有，我是那个啦，用 KK box 而已啦。然后他真的带了一个，就是那种舞蹈老师上课的那种耳麦，放大声音的那种，然后去主持整个现场的杀青酒。有，他很怕冷场。对，他很怕。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很喜欢吼啊吼的，然后我就喉咙很痛。然后 Hebe 也知道，因为我很喜欢带动气氛，然后大家有时候就是很嗨，然后都不听使唤，然后我就必须很大声，然后我就喉咙很痛。然后 Hebe 就很贴心送我一个那个麦克风。什么贴心啊？贴心，太贴心了。可是后有时候放不知道放去哪里，都忘记拿出来用，因为那个有时候东西就是小小的，有很容易被遗忘。所以今天我们要跟赖先生讲一个 Ella 的过去的事情，跟他演的这部电影有关系。他有组过一个女子帮派，哇，六朵女孩，六朵花，对不对？啊，对，是你在学校的时候组的。你们去找资料。对啊，不然呢？用心哦。七仙女一馆六朵花。是很 A 的名称吗？没有啊，为什么变成 A？ 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就很 A？ 不然的，为什么叫一馆六朵花？没有，因为我们就自称自己是花，因为是女生，然后我们那票就是女生感情。干嘛叫一馆呢？因为一馆是医务管理，我们念的那一个科系，对嘛？只是因为简称，你们就啊，想歪啊？六朵
花，六朵花啊，嘿，六个女生这样，那专门要做什么事情？可是这个名声听起来没有很厉害啊。对啊，所以就很容易解散。没有啊，就是反正就是好姐妹一团。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们那票女生很感情很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社团，我可能当社长，然后有一个就是很会管钱就当总务，然后我们就分工可还有钱，有啊，因为社团会有总收保护费吗？没有啦，就收一些团费，然后要做海报、办活动啊什么的。功能是功能，你说这个团体的功能？对啊，就纯粹就是大家就是好姐妹开心啊，就像你们以前有什么七仙女不是吗？对啊，我们有啊，对啊，就是类似的、啊。七仙女不是以主持正义闻名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收费。可是我们没有，那是社团啊。所以一馆六朵花是要出去打抱不平的。没有啊，就只是在学校，然后很喜欢聚在一块，然后下课干嘛都喜欢在一块这样子。亮出六朵花的名称，大家就会让步吗？不会，因为不想亮。那有什么？那有什么好讲道理的？在我们心目中很想亮啊。OK， 啊然后帮派一下就散了。也没有啦，毕了业还是感情有在联络啊。而且其实赖先生认识他们哎、欸，就是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好姐妹认识给他，因为所以赖先生要严重的参加你的所有社交生活吗？因为其实我们本来交往前就有共同的朋友了，所以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生活圈是类，就是几乎是一起的。然后六朵花呢，是可能他跟我一起回屏东的时候去玩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同学认识他们，那同学他们也都很喜欢他，然后他那个人很随和，所以跟谁都可以很好相处。那每天你收工回去，你都讲这么多话吗？不一定哎。赖先生会不会露出疲惫的样子？不会啊，都听得很高兴。我没有讲那么多话啦。他会不会眼睛一直看着电视荧幕都没有看你？哎，有时候会哦。他就已经显露出没有啦，不会。真的？你讲话他就专注的看着你。嗯。但是他总是耳朵有放耳塞，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声功拿出来，所以大家你最后就害了 Hebe， 大家都恨他。所以是要买一个放给每天回去都要跟他聊今天发生的事吗？会偶尔聊，就是会聊一下。可是如果很累的话，就可能两个人就那边撸手机啊，也没有在聊天、啊、不一定要一直聊天呐、啊。所以另外两位小姐是在学校的时候有跟别的女生一起做小团体吗？一定会吧，对啊，学生时期一定会跟几个好姐妹。有打抱不平的那种吗？没有，是让人家讨厌的那种啊，因为太漂亮。有团名吗？五妞妞，就这样而已，没有特别取什么。五妞妞听起来也不神气啊。对，五妞妞感觉也有一点情色哦。对，也是哎，怎么女子团体都其实也没有特别想什么名字，就几个人，然后就叫几妞妞，就这样。那方志友呢？高中读女校，所以女校都会有小圈圈，然后就是我是比较偏向就是大辣辣跟就是正义的那种，对，少根筋。然后有时候我自以为的正义，就其实害到别人这样。然后就比如说我朋友，因为女校，然后可能有的人会交男朋友，就是别的学校的，然后可能分手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是要我们要一起报复他，然后我就出很多鬼点子。就有一次我就说，那你把用过的卫生棉放在他的就是礼物盒里面，然后送给他，然后幼稚哦，哇塞，他就是然后我就说太恶了，他没有办法，对。女生团体可以调戏男生吗？还好哎，我们没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交友圈就真的就女校，所以都没有认识什么男生。不过就我很搞怪，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有一阵子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艺人陈毅，他出了一本书，然后就教我们做金铃耳，然后那时候就很疯，然后就做了，然后我今天也做了一只耳朵，嗯，很可爱。这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会带去学校的东西？我就做好在家里做好，然后就去上学，然后就路上路人就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样是什么材质做的？就是棉花棒，然后把那个棉花的那个剪掉以后，用那个透气胶布。哦，你这看起来像受伤胶布，受伤吗？我觉得很真啊，很精灵哎，很精灵。这个去学校同学会很酷的，就有的同学会觉得很酷，然后我也觉得很 fashion， 可是就是有些同学会觉得很白痴这样。所以你是很迷陈毅吗？那时候你现在应该认识他了吧？说是演艺圈的同事了，好像有哎、欸、有吧。有跟他讲说你为他做这件事吗？没有，我不敢讲，所以会害羞哦。会啊，我可以在节目上讲了。对啊，怎么说出公道话来啊？不用害羞嘛，还放多谈恋爱嘛，对不对？对，还年轻嘛，少在那边给我卖老。怎么样？有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了吧？因为并没有你这个造型的人。我是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也是坏坏男孩坏坏，就可以带到女孩坏坏嘛。
你这样。我要跟他确认一件事情哦。嗨，你的婚礼可以不要再叫陈汉典表演吗？他没有这个打算，因为他上次表演的很 A。哎，我好像没有发给他。好险！方志由话从口出，追求者当场被拒绝。也是在你看起来，就那两位还在雷达开放在招风雨，他们雷达还没组装上去。其实那个男生已经做到真的很夸张了，我才发现哦，原来他要追我这样。哇，对他没有好感啊，那你怎么能够利用人家？对啊，没有利用他，我都叫他不要来接我，可是他就自动出现。而且你还在节目里面讲，你叫他没有好感。所以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在聊天吗？那就麻烦你不要来了。所以，请问你的婚礼是要走那种也要有很多大人物上去讲话那种吗？不用，你们来就是开开心坐在下面，而且我不会让你们上台的。哦、有封锁线是不是？拉一条黄色的线，就写上去。因为我们上去你就完蛋了、啊。对，你老公才完蛋。会弄不完，真的。啊、哦，所以我会禁止防范我们哦。这样讲，可是你自己那么嗨，你到时候一定忍不住啊。反正到时候见招拆招哦。一馆六朵花，如果看到在学校的时候看到贺军翔这样的男生，会调戏吗？会耶，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学长，我就觉得哦好帅哦，然后我记得那个学长叫亚男吧，然后就说哦亚男学长好帅，然后可是他总是很酷，然后就经过这样子，可是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招数。可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三八，女生可以，就你有被遭遇过这件事情是吗？没有，我有看过了。国中的时候，因为还是有一些比较男性化的大姐头嘛，还是会这样子玩男生。就你有被玩吗？我没有。所以你在学校里头是那种会被大姐头罩的男生吗？其实不算，因为其实女生的自己的团体跟我们那个时候男生一个团体反而是会变好朋友，嗯，不会说被罩，因为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啊，还是要找我们男生帮忙，有的时候会这样。你们要出面去。维系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跟男生吵架，那可能我们就会帮他这样。哦，你的事迹包括你去借人家的重机车出来，哦，想要耍帅是不是？对。那那个时候是被电影影响吗？是啊，因为以前喜欢追梦人嘛。我是刘德华。然后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国中的时候有一票朋友，他们是那时候就已经高中，然后有骑那种 FZ 啊打挡车那种。哦，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会，因为我对于这种车类还蛮爱，嗯，所以我想说我应该会骑，然后我就直接偷偷把它骑走，嗯，就没想到一骑我发现我不会踩那个打档，因为它国际档，我那时候还不会骑，嗯，然后好像15岁的时候就是在马路上骑了2下就熄火，嗯，就我就怕被警察临检，赶快下车用推就把它推回去。好凶，好烂啊，还蛮幸运的。后来有成功吧，就是后来就成功了，就终于有做到追梦人的境界。有，所以是包括后面要搭在乘客这种吗？有啊有啊，在没吧，没还幻想擦鼻血，可是是流鼻涕。对，冬天的。可是男生喜欢 FZR 都有一个关系，就是有一个原因，嗯，因为他那个后座很斜翘，就会，就是女生的是前胸，啊，一定要贴在他后背，哦，那是不得不。你如果一直这样就很危险，很容易就是跳狗链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被，就是因为我们家隔壁 有人载你哦。对，我们家隔壁有租一个学生，他骑的就是 FZR， 然后那时候我坐校车，然后有时候他就帮忙载回家，然后我坐在后面就。你知道，就感觉有点尴尬。但其实这个真的要抓得很紧，因为其实蛮危险。因为我就有一次载我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刚好放学，然后我们在公车站那边很多那个学生下课等公车，然后我们想说骑过去耍帅一下，结果我就载我朋友，他在后面，我说我准备要起步了，他就还没听清楚，我就一起步，他因为那时候我们穿那种防风的外套，他抓不住我的身体，他直接这样子从我的身体上滑过去，就直接摔到地上，然后我的手就掉下去。结果马上把他扶起来，他以为没被人看到，可是其实公车上全部人都在笑，很扯。Ella 那时候是被邻居追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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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我是念书的时候是在学校被学长追，然后那时候因为18岁头发留很长，然后看起来像28岁，然后我一张照片看起来像在竞选。你曾经有长发的？有这么长，然后就被认为是很女性，是不是？对，然后学长就误会，然后就开始追我。而且那一次很好玩哦，有一次那个学长是
他都叫我，我后来认识他，然后我才知道说他们那一票的男生都叫我949，因为我的车牌是949。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注意到我，是因为他们在计程车行，不是不是，因为我骑摩托车上学，后来就是有驾照以后骑摩托车上学，然后那个学长跟我停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呢放学的时候他就会跟着我一起。就是要追我，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因为事后我们认识了，他还告诉我说，他那时候想说，如果他骑摩托追到我，他要跟我告白，结果都没追到。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知道吗？拜托你90万125呢，中超快的，然后每次都飙很快，一下就到家，然后他就是再也就追不到我。然后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有点骑太快，是错失掉一个机会。跟赖先生交往后，真的就没有别的人来追了吗？没有哎，我没有感觉哎。所以是，而且我觉得可能你会关掉那个雷达吧，因为你已经太认定了，所以你也不会有感觉。要不然雷达开着的时候是会接收，可能会觉得哎呦，真的招蜂引蝶，好不好？有感觉或什么之类的。对啊，招蜂引蝶这四个字可以吗？真的啊，雷达开的时候，就单身的时候就要招蜂引蝶。对啊，你要释放出那个讯息啊，然后大家才会感受到。所以 S 在你看起来，就那两个妹妹还在。雷达开放中，在招蜂引蝶。他们雷达还没组装上去，形容的好好。这怎么了？就是还没开窍，是不是？还没开窍，还没有这一方面的那个感受力。方九，你是无法察觉别人对你有好感吗？就是那男生已经做到真的很夸张了，我才会发现哦，原来他要追我这样。神经太大条了吗？像怎样？多夸张？就可能他每天都会就是传 WhatsApp APP 给我，然后就是每次就送我回家，然后或者是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啊，然后我想吃东西就送宵夜来给我吃，然后大概这样持续了3个月，我都没有感觉。然后你觉得他只是想要，我觉得他只是刚好有空，然后没事无聊这样。对，然后后来怎么知道？后来他因为后来我就是前阵子去欧洲就是玩这样，然后出国前他就说我送你去机场好不好？因为我是凌晨的飞机，我说没关系，我妈妈可以送我。他说我坚持这样，然后他就后来我就让他送啊，然后他就是我一进入关，因为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搭飞机，然后那个他就我就问，因为要在香港转机，我就问他说，哎，那我转机的时候要去哪里拿行李？但其实不用拿，他会直接飞到目的地。然后我朋友那个人就是说，你叫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怎么？他讲。然后我一上飞机，我就看到有10通 APP， 然后他就传了超长，然后每一通都大概3000字吧，传说什么？就是我真的觉得你是我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啊，什么啪啪啪。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哇，糟糕！然后我就想说，糟糕是什么意思？是你对他没有，对他没有好感，那你怎么能够利用人家？对，没有利用他，我都叫他不要来接我，可他就自动出现，因为我不上他车，这样他很可怜吧？会有一点。最后怎么收拾？现在才可怜啊，现在怎么办？3个月，然后后来就，而且你还在节目里面讲出来，你对他没有好感。可以剪掉我名字吗？对不起，完了！不然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在聊天吗？我们听一下姐姐们的意见好了，是不是没有好感？说不定后来会有好感。不会，我也觉得。你们要那个，你们要那个男生是撞你自己。这个事情你也不能怪这个女生哎，是因为那个男生他自己。如果你如果感觉对，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女生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你自己要清楚。如果而且说真的，如果我对你没那个意思，然后你一直这样子，对不起，你要说什么来的话，会是压力。因为我想到就是我都有跟他讲说，就是我们就是朋友这样，我都有讲。你就一边吃一边跟他讲吗？没有，就是可能就是他约我，就是说你这样一直在我不会对我太好吗？什么的，或者是一直买东西给我吃，或者是一直就关心我不会对我太好。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没关系，他很愿意，他很乐意这样。哇。我觉得这是陷阱哎，所以现在他已经不再理你了吧？就我就后来就是从此再也不回他 APP。哦，那他应该很心酸。没有这一段，这一段讲了一直没有这一段，这样很难解。好吧，总是要清醒的嘛。好吧，弟弟你要那个清醒了哈，人家没有那个意思。我有回他，弟弟，说不定是一个中年人。好，那阿伯要坚强的话，阿伯。阿伯不要紧了，是阿伯吗？有机会了，是小朋友，跟我差不多。哦，那可以经受得起一些，对啊，还年轻嘛。而且就我偷偷知道他其实放很多线，哪有哎啊？乱塞，所以他也是放线那个，就是撒网捞那个撒网捕鱼的那个。
那种是吗？我觉得谁上钩就 OK 啦，对啊，嗯、看谁上钩，那不行不行，又在二度重伤。他到底是谁啊？没有这个人。所以大元呢，你的雷达建好了、欸。我也是都跟他一样哎，可我也会发现他可能要常来接我的时候，我就会察觉怪怪的，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不要，可是他也是说没关系的时候，对，我也就会觉得好吧，你既然真的想，所以你都是贪图交通方便，对，还有食物方便取得，好吃，可是真的很方便。可是也有被其他男性朋友说这样子，好女孩的话是不会随便让人家来接的，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就不要让人家来。就是认定一个人以后，你就把雷达关掉，然后就是说，就算有人条件很不错，什么你都一点都没有兴趣了。就算有好料，就是可能在工作上稍微吃下豆腐。就像我妹，就像我妹，肚子要大到极限，她才要去休息。对对对，就是为了要吃进男明星的豆腐这样。牺牲了，趁他不在了，一直讲他坏话。因为他每次都说我是牺牲，好不好？你以为我愿意啊？就去摸耳朵，他明明就很严重。所以你有吃贺军翔豆腐吗？拍戏的中间？应该是小吃一下吧。嗯，拜托那么帅啊，香香。而且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看一个缘分。就像他讲的，就是我很放得开，所以他也很放得开。嗯，然后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就是我们的语言是通的。所以我觉得他很有趣，然后就很喜欢跟他玩。嗯，对。所以是可以跟姐妹淘炫耀的吗？说跟贺军翔拍戏什么？倒还好，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因为我跟 Hebe 也合作过，对啊， Hebe 刚好，而且 Hebe 刚好也是朋友，对啊。所以你跟 Hebe 拍跟和 Ella 拍的差别是什么？当然是他比较外放啊，外向啊， Hebe 比较内向，对，嗯，所以 Hebe 比较不会让你那么疲劳，是吗？这样说好像也是有点对哦，因为 Hebe 大概就在做自己的事， Hebe 比较静，就是可能休息的时候他会比较安静，然后听歌啊，唱歌啊。然后他是也是，其实他也一样啊，他就是休息的时候听歌唱歌，但是都是在别人耳朵旁边，其实差别在这里。好忙哦，你的情绪真起伏很大，很累啊。哎，这样子收工的时候是会比别人累是吗？我收工的时候会更开心哎。就是我累到一个极致要收工的，就是可能前一刻我就会非常的兴奋。对，这个是我助理有发现的事情，而且他有发现，就是我肚子饿的时候就会一直在那边哭，就哭肚子饿。真的哭吗？不是哭啊，就是一直说饿饿。对对，一直在那边鬼叫，然后很讨厌这样。然后吃完的时候就会安静一阵，因为在休息消化，脑袋缺氧。过着动物的生活就是。是我，因为我助理是新来的同事嘛，然后就是他告诉我以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很明显。然后就是要收工前，然后肚子饿的样子，然后心情不好的样子，嗯、然后他都会跟我分享，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收工前兴奋，那收工后不会觉得整个人瘫掉，就今天实在消耗很多精力？不会，因为其实拍电影一天大概两三场顶多，因为它就是九十几场的戏，所以你可能两个月之内是可以完成的。然后所以你一天就是琢磨那两三场的戏，然后呢，有时候你可能七八点可以收工，或者更晚一点就九点这样，那除非你要跨夜班的那种。然后因为我们这部戏的日戏也多，所以我晚上是有时间可以跟朋友约吃饭。那如果我今天知道说自己可以提早收工，我就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多出一个空闲的时间，那我就可以跟朋友聚餐。对。所以，五月结婚以后，工作不会改变。不会，我还是要当一个职业的，就是人妻。不是艺人吗？职业人妻，那就不用职业人妻，什么叫职业人妻？干嘛呀？直接退出了。我的意思说是有职业的人妻。哦。断情之人，有职业的人妻是不是？不也是吗？不也是。所以先生去上先生的班，然后你做你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是说唯一的改变是我们要在一起这样子。对，这部电影应该是你婚前的这个代表作。还女孩坏坏4月3号上映ですね。哎，可以这么算。これは女孩坏坏です。これは阿翔和正翔です。これは私は。哇，知道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所以就是反正爱 ella 的人呢，就很高兴他过幸福的生活。然后这部电影是你的第一部电影嘛？对，好，希望你们电影成功哦。谢谢。